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全新的吞食四方的流水豪斯的地狱级哦。那这边带大家用黑金的木妲己来通关副队，帮我选弹珠露西法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我的队伍，还有龙科配置。如果你有没看清楚的地方，可以按暂停稍微看一下、哦，不一定要带那么多腐化啦，你就有带到三个形状一样的龙科就可以了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的话，我们把翡翠打开哦，然后洛达乙也打开，那就直接全力去转就好。你不用太担心隔壁那一只那个叫什么巴康的怪哦。因为你现在副队带的是弹珠的路西法啦，所以平均会再多个一到两康左右哦。你不要转得太糟糕，基本上不会被连击到啊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带过去，来接着 下一回合就是再转一次哦。好啊，不要转太轻哦，不要忘记它是八康的怪哦。好，来这边直接带过去。来接着第二条，第二关的话，这边第一回合我们先用死车局哦，这样子的话场上就没有水珠了。它是反手消水，然后要九康。好 ，OK，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然后还有一个50%盾啊，每回合最多就是只能打掉50%哈。好，那第二回合的话，我们就用弹珠的路西法。那弹珠路西法也是一个保底，有八康的版面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你就转8，然后它天降下来就会变9了哈。好，那这整关都是木以外弱攻啊，所以就是靠着妲己跟那个翡翠去打哦。来第三关，来第三关这边的话不用开招，就手消到全部的木珠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三回合内有做到这件事就好了。对，他 CD 3很佛心哦。来这边直接涂过去没问题。来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我们就把妲己的技二开下去。我先讲一下，它是无鼠盾，然后反手消水啊。场上你如果真的某一个属性连一颗都没有，你可以把翡翠关掉赌看看版面哦。理论上来说不太可能啊。好，我们这边就直接开，然后随便一个空转，反正你只要让符石有消除就好了。这边就直接带过去哦。好，来这边带走没问题。来接着第四关，好，第四关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偷一回合。这边是数字盾23，它这个是越扣越强的敌技，所以是不会追打的版本哦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就全力去转23就好。那你如果还是怕转不到怎么办哦？你就把翡翠把钻石开下去啊，20秒叫你转23应该是可以才对吧。50，好 OK， 我看到23了哦。OK， 50-15 OK， 好。来这边直接锤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来接着来到王一哦。那王一这边的话呢，因为他有一个三回合的中毒啊，然后不是三回合中毒，对不起，三回合的减伤哦，他只会受到 99% 的伤害。那这边的话我们只能打1%，但是我们要硬灌哦。来这边的话就把死车局打开哦，然后翡翠也打开哦，就两回合内至少还有一个挡死的作用啦啊！真的第三回合打不死，你也还有龙科可以开，没事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是全力去做一个进攻了，然后就大力转哈。我看一下有没有缺珠，有缺一个。好，这边，好，这边我们就是把伤害硬灌哦，灌到他不要不要的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来这边直接灌过去没问题。来接着二血的部分，手消火木按全部哦。那这边一样，我们就是手动去符合条件就好了哈，不用开招。因为这种怎么讲，这种敌技都有点送分吧。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火木按有手消到全部，基本上也是直接送过去没问题哈。好啦，以上黑金木妲己通关给各位做一个参考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